Hello，这2年脱口秀发展很快，内容也丰富很多。2018年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会让观众同情我们。我坐地铁碰到观众，他说：“杨波，我给你刷卡吗？”我说：“不用，我就住这儿。”然后躺在了地下。最近呢，有了一点点知名度，生活少了很多快乐。我去逛鬼屋，被鬼认出来了。他说：“你是杨波吗？”我更害怕了。他还把所有鬼叫了出来，排队跟我合影。路过的人都傻了，看着我：“你是阎王吗？”我名字非常大众，去搜索引擎输入"杨波"，第一个词条是"杨波修脚”，大企业，全国上千家店。别人名字有书卷气，我名字有脚气。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然后冠名这个节目，以后这里写"杨波"，在领笑员旁边，每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让李诞拿起来"杨波修脚，心灵手巧"。哎，你们也能听出来，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给你们讲一个。我有人格分裂，但一直没人发现，因为我另一个人格不会说话。不好笑吗？我就说不行吧。我们住的酒店隔音也特别差，我在屋里练段子，隔壁投诉我不好笑。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他告诉我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音乐呢，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啊。都认识吧？对，是萨克斯啊。他的演奏方式呢是这样的，1、2、3、4。好，先讲一下乐理啊，这个呢叫笛子，这个节奏叫打笛，这是笛，打笛，打笛，是一个4/3拍啊。这个不是我弄坏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everybody。破了！这个太可笑了，天哪！哎呦，不闹了。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啊。好，音乐是我自己做的，没有版权啊。这个作品叫《我的2021》，又名《我的去年》。1月，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醒来发现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挡在了门口，我一脚踢过去，是我爸岔气儿了。3月，我去学开车，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我不服气跟他顶嘴，他说：“杨波，你记住了，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这些脏话都能用到。”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街啊，比如开过山车的。6月，我去重庆演出，第一个段子调侃重庆人口音了呢不分，现场全是重庆人，场面一片死寂，他们听不出区别。8月，我没写出来啊。10月，脱口秀大会播出，我在路上走，一辆车减速，能合个影吗？我说可以，但这里不能停，
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我拒绝了，他骂我，我赶紧追上去，我说兄弟，咱俩一个驾校的。啊，12月，我报了个防骗课程，当天我去了，老师没来。虽然老师没来，但我感觉上了一课。好，胡闹就到此为止了。哎，接下来我想我说一下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我楼下301的小伙每天抱怨302大爷把垃圾放他家门口，天天吵。我找到301，我说兄弟，你才20岁，那大爷都60了，他打不过你的。两个人真打了起来，大爷被送进了医院。我很内疚，再也不把垃圾放3楼了。编的啊。最后我想说，我写的笑话很奇怪，我知道，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我也是，你不是不会说话吗？讲完了，谢谢。Hello。 他们太卷了，每天写稿到凌晨7点，我晚上11点睡觉，7点起床，把他们房间的请勿打扰换成立即打扫。我们竞争太激烈了，包括在后台。哎，怎么了？没插着兜是吗？今天的主题是躺和卷。近两年很多人考公务员，我有个 rapper 朋友都在考。我说哟，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他说哎，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他考上了，工作是给领导写稿。现在他们开会已经有 flow 了。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 王科长。旁边座位没人，写着别来站边。我女朋友是山东人，我跟他妈说效果文化是国企。前两天有人找我直播带货，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他说了出场费，我说我来吧，网红干不了。那次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明星们都去直播带货，原因和我一样，为了给家人谋福利。我中学条件很差，学校教游泳，没泳池，趴地下旱泳，看起来像练蛤蟆功。但我学习很努力，考上了大学，这在我们村很少见。我同龄人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他们问我考怎么样，我说还行，上了个211。他们请我去县里吃饭，还做了横幅，恭喜杨博高考取得211分的好成绩。我不算厉害，隔壁桌考了985。他们横幅上写着恭喜超满分200多分。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在重庆学的。去年我说我有个称号叫海王，其实不准确啊，应该是嘉陵江渔王。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我想去交流一下吧，
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瞧不起我们养淡水鱼的。我说你别太过分，我是嘉陵江鱼王。他说少废话，我是黄海龙王。我养鱼的时候接触到脱口秀，开始疯狂写笑话，鱼塘没观众我给鱼讲，鱼一直不理我，直到有一天我讲着讲着发现上来听的鱼越来越多，我非常开心，然后发现忘开增氧机了。当时一眼望过去鱼都是肚皮朝上，老板过来怎么回事，我说笑翻了。老板人好，没跟我计较，他说算了，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游泳会吧，我说分情况，在水里就不会了。谢谢。上节目之后我很不习惯，身边人都叫我老师，叫得我贼不好意思，还去考了个教师资格证。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很有底气了。昨天试服装，他说杨老师你等我一分钟，我去拿个鞋，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嗯，其实我时间到了，但老师想耽误大家一分钟。我真心觉得我们可以向鱼学习，不躺不卷就游，找到自己的路线游下去，希望同学们都有鲤鱼跃龙门的那一天，那时候请记住鲤鱼是淡水鱼。好，感谢你们。Hello，这两年许多行业发生很大变化，我爸妈开饭店的去年也关门了，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对，我太赚钱了。然后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正常吃饭他说儿子咱们开炫吧，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他说你爹味儿真重。我说你是我爹，他说双 Q。 我说爸比别 Q 了，我是双胞胎世家，我爷爷生了双胞胎，我爸也生了双胞胎，我说爸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他说我是你二叔。我说那我爸在哪儿，他说你爸的羊拨出去玩了。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他得了重病，我说你减减肥呀，但是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我也有身材焦虑了，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想想不能吃，给了路边一个乞丐，他说不吃碳水。我说但你是个乞丐呀，他说对呀，胖了就不可怜了。我的风格叫 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之前去大学演讲，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院长为难我，上台说：“来，一句话逗笑我。”我说：“你学术造假。”他说：“哈哈哈，真会讲笑话啊。”
我们继续。我中学英语成绩不好，60分的选择题只能得18分，老师很生气，说你信不信我把答题卡扔地下踩两脚都比你分高。我很不服气，凭什么他的脚比我的脚厉害？他说因为我是扁平足。我高中早恋，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有人抓我，掩护他逃跑了，只抓到了我一个，问我另一个人呢，我说没有啊，我自恋。嗯，神经病啊。你们很聪明，很聪明。嗯，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啊。嗯，你们觉得无聊可以先投票啊。嗯，我想认真说一件事情。我爸上个月住院了，他抽了30多年烟，我妈也劝了他30多年，但他不听。所以怎么说呢，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我妈问他烟有什么好的，我爸说 YYDS 啊。我妈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愿意动手啊。我爸求饶，别打了，你是我的神。我个人看法，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坐地铁，旁边大哥一直刷那种美女穿短裙跳擦边舞的视频，还外放，几分钟后刷到了我的视频，2秒钟滑走了，我滑了回来。谢谢。嗯，我说大哥别着急，他一会儿也跳。大哥看了5分钟，说他怎么还没跳啊？我摘下口罩，因为我不会，然后转身跑下地铁。我觉得我太厉害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厉害了。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你等下回见面的。天，这茫茫人海的，1个小时后就见到了。他对我说的话是，来一句话逗笑我。讲完了，谢谢。Hello， 去年上节目之后，很多人说我是丧气脱口秀，然后就有一些白活找我。我说我是丧，但毕竟还是喜剧。他说是喜丧。前段时间居家，大家因为无聊行为越来越奇怪。我对面楼的大爷连续3天站在阳台盯着我看。第4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换回了男装。谢谢。那2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我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会想各种办法。有一次老师收作业，我同桌站起来说自己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把他作业本抢走了。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有一段时间，我的邻居是一个精神病，他住得离我很近，就在旁边的床位。他跟我说他有透视眼，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会隐身。我一直在租房，租房装修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我之前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房东很生气，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这不能怪我，这不能怪我，因为前一天他说一个月4000，我说3500，他说那没门，我说可以。我喜欢你们，有来有往嘛。我们继续。我觉得独居女性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生活会很危险。我邻居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放在家门口，第二天就丢了。我挺难受的，我挺难受的，挤脚。我们继续啊。我在街边看到一个人卖唱，我看了很久都没给钱，他唱完看着我，你能帮帮我吗？我帮他唱了一首。我想说我们这帮人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很努力，一些南方演员每天练绕口令，刘奶奶找刘奶奶买牛奶。我说你这样不对，应该是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经典超绿牛奶。6克原生高蛋白，1瓶牛奶2倍营养。牛奶奶说这么好的牛奶我才不卖给刘奶奶。可以可以。我很怕和老板交流，公司团建，同事逼我去给老板敬酒，告诉我酒一定要比老板的低。我上去，老板，祝你长命百岁。最后分享一个我的研究成果，我发现男女的区别可以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比如女生看到一片湖水，第一反应是拍照。男生看到一片湖水，第一反应是打水漂。之前我约女生去西湖，她把手机给我，让我帮她拍照。我技术非常好，十连环到了对岸，被人捡走了。好在对方也是一个男生，打了回来。但他技术没我好，3下就沉底了。对，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我心想天哪，还好我会隐身。我会什么？会隐身。讲完了，谢谢。最近脱口秀太火了，我老家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都来找我合作，让我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站前面讲脱口秀。我说可以，但需要你配合。他说怎么配合？我讲到梗的时候你抠他脚心。
田萌换了个风格。我以前觉得幽默能吸引女生，我中学开始就爱写笑话讲给我喜欢的女孩，她笑得很开心，然后讲给她喜欢的男孩，那个男孩再讲给我。一个笑话幽默了一圈，就我不开心。上海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很现实，是为了分担房租，很现实。其实情侣同居之后也会有一些烦恼。有一天我睡得正香，我女朋友把我叫醒，她说，杨波，我睡不着，咱俩聊聊天吧。我很生气，我说，聊啊，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她开始数，数啊数，睡着了。我睡不着了。你们也能听出来，我的感情生活并不是很顺利，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我发现并不快乐，并不快乐。我之前教高中物理，还是高三，压力特别大，题我都不会。学生也很笨，没一个能给我讲明白。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常要和老外接触，但我英文很差，每次出去都是老板给我翻译。后来老板把我开了，可能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每次谈完生意，客户老外都是过来加我微信。然后看着我老板，姑的照吧。我老板看着我，干得漂亮。杨波赢了呀。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其实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晚上10点，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说自己刚做完的20页 PPT 忘保存了。所有人都上去安慰他，老板都亲自过来一顿操作帮他恢复了 PPT， 发现只有3页。好啊，最后我想说，脱口秀是我的工作，但我生活中不是一个开心的人。我上次笑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新娘跑了。讲完了，谢谢你们。OK，Hello， 我太难受了，我太难受了。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我太难受了。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我去找效果老板，我说老板，咱从节目考虑，淘汰我不能上热搜。有道理。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是因为没人认识我。老板说对，你是谁呀？谢谢。今天的主题是上班。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上海话。他说这是英文。我说但这里是中国。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哇那么快四产生了啊，赚钱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强。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我的校友全来了。当年在我们那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我来效果面试，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我说当了四年海王。他说你真不要脸，符合我们公司文化。我很喜欢鱼，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为了从事这个行业，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换气很难，要在水上吸一口气，水下吐出来，水上再吸一口气，我不会，在水上吐了一口气，下去喝了一口水，上来吐了一口水，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当年因为过度捕捞，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当时我在上游放，渔民在下游捞，鱼都懵了，啥意思啊？欲擒故纵啊。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鱼都还记得。这鱼是七秒钟，七秒钟的记忆。我喜欢你们。很聪明，很聪明。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我太不要脸了，符合这个公司文化。我们继续。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有一次开会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又拿了十根筷子也掰断了，
说，看见了吗？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太强了。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有一天晚上下暴雨，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哭得很惨。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还围上去拍短视频。我很心酸，我走过去，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大老师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没头没尾的。没有想到吧。最后我想说，我去过很多公司，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同事之间氛围很好，我还发现小北，有人认识小北吗？有一些。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讲完了，谢谢。Hello， 上一轮结束后，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我干了一件我从没干过的事情，去坐了头等舱。很失望，头等舱的空姐服务质量太差了，把我赶回了经济舱。现在小孩太嚣张了，我有一个5岁的侄子，他淘气，我打了他一下，他居然都对我喊，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我说，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他说，让他俩干一架呀。我也愣住了，问我哥，他爸到底是谁呀？我哥说，你疯了，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她平常只看综艺，前两天我推荐她看奥运会回放，他被100米短跑迷住了，跟我说，杨波，他们怎么跑这么快，这还是人吗？我说，你把二倍速关了。苏炳添100米成绩4秒91。我说，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他说，那你还去参加？我讲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有人微博问我，你是不是忘词儿在想呢？我说不是，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我太不要脸了。我们继续。我很讨厌上班早起，有一天我起晚了，怕迟到，打了个专车，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他看着我，你好像要迟到了呀。我说，那就看你表现了。还是迟到了，他扣了我工资，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我很害怕，我假装看不见他，开始玩手机，来了一条微信：别装了，我看见你了。我很尴尬，因为那天我请了病假。他看着我：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公主病。好了，我要讲一些正经事儿了，我要开始走心了啊！大家准备好。我来上海很久了，我有一年春节没回家，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别误会，她已经70多岁了。她看着我：小伙子，我孩子今年也不回来，但看到你吃饭，我好开心。我说：阿姨，你也吃两口吧。就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了。最后我想说，我的风格就是这样，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因为第一轮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结果上个礼拜他俩真离婚了，还让我开车送他俩去民政局。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因为要憋笑。我哥更难受，他没憋住。讲完了，谢谢你。Hello， 我来上海很久了，刚来的时候跟人合租，要共用卫生间，很不方便。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我俩经常爆发争吵。我说：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他说：你能不能先出去？别误会啊，她是我女朋友。我俩是姐弟恋，姐弟恋，相亲认识的。她是媒婆。后来我俩分手了，因为他有了新客户。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但一直单身。之前他拉我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很灵。一个月他的愿望就实现了，找到了对象，但公司倒闭了。我的愿望也实现了。有一对兄弟，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哥哥游手好闲，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而弟弟脚踏实地，开了一家手机店。我妈特别爱砍价，小时候她带我出去，对方说3000，我妈说200，不行就下一家。我说妈，要不就3000吧，咱已经走4家医院了，我快不行了。我妈说别着急，她会出来叫咱们的。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有一天我女朋友问我：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我脱口而出：你为什么去医院？她愣住了，说：因为我是医生。你心里没有我。我很讨厌灌酒，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拼命给我灌酒，拼命给我灌酒。我刚要灌他，他说一会儿要开车，
我很生气，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我只能叫个代驾，他接单了。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工作的时候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杨波，你为什么不辞职？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他说的。在职场里面，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公司聚餐，经理说，杨波，给大家讲个笑话，不讲就是看不起我。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他愣住了，说这笑话不错啊。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他看着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这叫 callback。 谢谢吴伟老师。哎，其实我说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吧。最近我哥因为一些工作失误腿断了，这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手机店倒闭了，我喜欢你们，很聪明。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我就是这样。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但他们不在乎。我舅舅还来找我，杨波，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我说好。你喜欢偷看人洗澡？他说不行。你能不能编个假的？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最后我想说，我真的很爱写笑话。我曾经开了个网店，卖我写的段子，方式是付完款后，我打电话讲给他，他笑得很开心。选择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讲完了，谢谢你们。OK。嗨，还挺管用啊。Hello。我最近压力太大了。我去找导演，说我要退赛。他说不用，我安排你淘汰。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现在讲脱口秀。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直到前几天，我妹妹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他们才知道我学的水产养殖。因为我是被调剂的，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都问我什么情况。我说可能是缺氧吧。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追女孩要动脑子。有一次她跟我说，你知道吗，已经3年没人陪我过生日。我灵机一动，你生日是2月29号。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表白当天发现自己不会唱歌，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她唱得很好，女孩都答应了她。
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还对我室友说下次清唱吧。去年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我对女生说我是脱口秀演员，她说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我说好。你也喜欢脱口秀吗？她说不，我是黄牛。最后我俩没在一起，但会经常联系。上个月回老家，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说我们镇上出现了一所凶宅，人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壮着胆子去了，密室逃脱，我也没出来。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门票太贵回家了。我奶奶很没文化，我来上海，她问我上海是江苏省还是浙江省啊？我说都不是，上海跟北京一样。她说啊，是咱河北省啊。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但他俩不会用，夏天开着制热还不会关，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对着空调吹，以为能降温，热得很均匀。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因为外机吹的是冷风。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我们继续。前两天我朋友过生日，买蛋糕没买蜡烛，插了20根烟，许愿要戒烟成功，怎么都吹不灭。我到一所城市会逛他最好的大学，之前我去北京，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择了北大，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北大有很多保安自学考上了北大，而清华没有，所以我断定北大安保比较薄弱。还是被抓到了。他说你为什么闯进来？我说你为什么没学习？最后我想说，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我前几天，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通过微博找到了我。对，说她要结婚了。她老公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说唱歌求婚需要伴奏。其实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但是我没去，因为很失望。去年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所以今年他们没叫我。讲完了，谢谢你们。OK。本场的第12名也是2021年脱口秀大会演员排行榜第12名，他是。没那么聪明好吗？掌声欢迎杨波。杨波在本季带来了非常独特的风格，可以是他个人的突破，也是中文脱口秀的突破。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杨波获得了第12名。谢谢你们，谢谢。海王，海王。谢谢。OK。请杨波离场之前跟我们聊两句。
那个其实呢，其实这次结果呢我是有预料的啊，因为我这个形式它需要大量产出，大量实验，大量淘汰，我可能淘汰掉的段子是我讲的段子的好多好多倍。而且我今年三月份才试这个风格嘛，时间比较短，所以能到这一步我觉得已经挺满意了，挺满意的。很棒很棒很棒。好，因为这个风格目前来说也没有对手哈，就是人很少嘛，所以我想说如果说有人想尝试这个风格的话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啊。这就别反转了，这还反转什么呀？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跟我竞争啊，好不好？不占一个赛道。对对对，好，那我就讲完了，就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杨波，明年再见，拜拜。来吧。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表演风格在中国这个脱口秀里边我觉得非常独树一帜，我很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但被淘汰有一点可惜啊。杨波虽然今天只是这个比赛的第12名，但不也是中国one liner的第一名吗？